小孩正如脸发黑，妈妈情急帮到忙，就喝了不知道多久了，我们就发现了他嘴巴已经发黑了。妈妈很迂腐，你知道，用那个肥皂还洗一洗，会不会颜色就掉了？还好你没有用肥皂洗嘴巴，不然送来一个嘴巴黑就口吐白沫。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就是家里面有可能的全部都收起来。我觉得最危险的是呼吸道阻塞，曾经急救过一个孩子，来的时候用发盖夹住了一颗小小的球。他太有趣了。对，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